今天这蒜啊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团长，来尝一个，尝一个。哎，别叫我团长啊，现在不是团长了。我不管你现在是啥，我就知道你是咱们义勇军的团长。啊，是，是吧？是。来，来，鹏哥。哎，来吧。这想想当年，兄弟们在一起胡吃海塞的日子，就像昨天一样。来，大哥二哥，这喝酒咋还能磨叽上了呢？来，干了干了，干一个吧，干了，来，来，哦。好，来倒上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嗯。团长，那你这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有啥计划呀？我们这都是中了病毒的人了，活一天算一天呗。这什么话呀？就是，什么叫活一天算一天？我看你啊，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没错。你看，这福气就来了。封你为司令。封我？谁啊？国民政府。你就接受任命吧，别再跟什么李梦云呐、江婶那个人来往了，他们都在利用你。不像咱们兄弟，咱们是一个战壕，生死弟兄，一块出来的。哎，咱们是兄弟，但雪妹子你们也清楚，那也不是外人。鹏哥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俺就不爱听了。我觉得那李梦云不够意思，那他要是拿咱当自己人的话，那咋不弄个团长、军长当当呢？求一个队长多大点官、啊？说什么呢？进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一下。主任、书记，来，这位同志有情况向你们汇报一下。来吧，知道什么？跟二位说说吧。刘大鹏现在在白市长家里。什么？白一平？刘大鹏为什么会在白一平家？白市长以单纯的喝酒为由，派人把刘大鹏请到他家里的。喝酒？白一平为什么要请刘大鹏喝酒呢？听说白市长把自治军收编了。刘大鹏来当司令。什么？让大鹏当司令？一平啊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。说。你加入国民党不是现在才加入的吧？啥时候加入的？啊，当然不是。那啥时候啊？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知道我心里咋想？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在进入我们野狼谷之前就已经加入国民党了。是，已经加入了。那就是说你是奸细了。在加入我们野狼谷之前，你就是国民党。那我和我爹，还有那些被日本鬼子抓去做实验的弟兄们，这些事儿都跟你有关联。我是国民党不假，但我不是奸细，我跟日本人没关系。那你加入野狼谷的目的是什么？说。我加入目的，就是要策反你和旅长。希望你们加入国民党。鹏哥，就这一个任务？就这一个任务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跟国军总部联系。鹏哥，鹏哥。
都干什么呢？把枪放下。坐，坐。我这都是为了兄弟着想，我已经向总部请求，义勇军全体接受国民党收编。你，我劝你别再听共产党了。你这自治军队长有什么呀？缺衣少穿的，你得为兄弟们着想吧，你得多为自己着想。咱们兄弟如果被国民党收编，既能拿军饷，又不用风餐露宿，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躲躲西藏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对呀，团长，这可真是条光明大道啊！白参谋那马上就是雪城的市市长了，跟着白市长干，能亏了你吗？这也是给兄弟们造福啊，是吧？你看，二埋汰已经答应加入了，你就别犹豫了。鹏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鹏哥，你要是不答应收编，我就不起。收编跟这两码事儿？那不是两码事儿。鹏哥，俺二埋汰不是傻子，俺啥都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你看李梦云对老七跟武艺，那啥好事都是他们的，但对咱呢？什么冲锋陷阵、出生入死，那不都是咱干的？那不是信任咱们吗？拿咱们没当外人吗？那有拿人命不当回事的吗？你看白二哥，那才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啥事好事都替咱们考虑。哎，你看李梦云，那张口闭嘴的，什么纪律啊、规矩啊，啥都限制。你前两天还说让咱去搞土改，凭啥呀？那俺爹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弄了块地，那种的粮食都是满身汗满身汗挣出来的，凭啥就分给村民呢？二埋的说的对，李梦云是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李梦云不是个玩意儿。不，大鹏哥，我那意思就是白二哥，我们那是兄弟。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？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啊。鹏哥，看白二哥多够意思啊，那之前命都不要了为你挡了一枪，你还不相信我白二哥吗？可不咋的。鹏哥，你是来下跪的还是喝酒的？来，团长，司令，来干一个。来，司令。司令，喝酒喝酒，今天不谈别的啊！来，拿走。好好，这喝酒，喝酒喝酒。来来来，晚上，晚上，大兄弟，来吧，大伙吃菜。来来。哎，进来看看看看啊！哎，你看看卖布那女的，像不像凤念楼的头牌十里香啊？哎呦，哎呦妈呀，大哥，什么像不像啊？这就是啊！我看也是。啊，走，会会老相好的去。会会大姐，走。嘿嘿嘿嘿，十里香。不在凤燕楼挂头牌，你怎么跑这儿来卖布了？就是啊，谁是十里香啊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呦呦呦呦呦，装什么装啊，十里香？别说这布擦粉儿更嫩了。哎、你看这小手、嫩的比以前还嫩呢，跟爷玩玩去吧。别动，今儿爷让你消消火。我这是开门卖布的，你们要是不买布，就给我出去。
哎呀，卖什么布啊？这卖布能挣几个钱啊？是不是？跟爷玩去吧！别跟我动手动脚的，别动手动脚的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快活快活，走走走，走啊！让你快活快活，干什么你？这脸你看，不抹粉更嫩呢！出去！想当年，是咱们兄弟，就是装什么？那绝对是。爷让你快活快活啊，吃香的。我这是做生意，你们要买就买，不买的话就出去。跟爷玩去吧，走走走走走吧，别在这卖布了啊！爷肯定让你快活啊。就是。哎呀，上次忘了怎么快活的呀？就是就是。装什么装啊？就是。爷，俊爷，俊爷，在这调戏妇女呢？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再来这儿捣乱，我非崩了你们不可！我们撤啊！等会儿，给鞠个躬，说自己错了。我们错了，错了，我们错了。赶紧出去！好，滚，快滚！谢谢啊！叫两个弟兄，经常在这儿巡逻，是重点保护一下。知道了。再有来找事儿的，统统给我抓起来！好。都散了吧！你们两个给我在这守着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干什么呢？他晕倒了。哎，别跑，开枪了！追！别跑！醒醒！跑了！没追到吗？没有。快快，先送医院！哎，好，快！好嘞。参谋长，收编的事儿，刘大鹏答应了吗？他心里还是放不下李梦云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我看这李梦云，他就是个绊脚石啊。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咱们接下来呢，就是制造李梦云和刘大鹏之间的矛盾，争取把鹏哥弄过来。对。不过这李梦云呢，确实很难对付。馄饨嘞！来，馄饨嘞！各位乡亲父老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，刚从山上打的野鸡。哎，多少钱一只啊？10块钱一只。哎，给我来一只。哎，给我也来一只。哎，给我来一只。给我也来一只。给我来一只。这只是我看上的。好嘞。给我那只。我那只。给我来一只。谁的？好，快一只。我要这个啊。快一只。行。哎，好，别急啊，都有啊。这个个大，我要这个。来，这只来。我来一只。哎，是吧？这个给你。啊，给我也来一只。行，这只绝对给你，10块一只。啊，给我来一个肥的。这只最肥了。哎，给我也来个大的。哎，够大的。好，就这只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只最大。姐，今天你生意真好啊。是啊。哎，给我也来一只。没了，明天再来吧。二狗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走了。10块、20、30、40，
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。哟，好闺女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不会都卖光了吧？爹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去市上，一下子全卖光了，现在其他猎户八成还在那待着呢。嘿嘿，我闺女出马一个顶仨。那是。哎，把碗拿过来。哦，好。哇，好香啊。嗯。哎，不是给你的，给村头的二大娘送去。爹，人家上回二大娘都说了，你老照顾着人家，她都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二大爷被鬼子烧死了，儿子也被鬼子抓走了，可怜呐。这些鬼子就该下地狱。去吧，去吧。好，送去。走了，爹。嗯，干什么？别动我女儿！啊！李主任，江书记，据说雪城郊外有个猎户被杀了，据线报好像是国民党干的。你说国民党干的？不行，我们得赶过去看看。好。对了，吴毅，你马上去通知刘大鹏刘队长，让他也立刻赶过去看一下。是，走走。现在雪城刚刚解放，还是比较危险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巡逻。对了，我刚才看那枪痕是勃朗宁枪打的，我怀疑会不会是国民党那边的人干的，会不会是白一平他们。哎呀，妹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通过勃朗宁弹痕就断定是国民党的人干的吗？再说白一平他们跟秦伯伯没有什么利益关联，他为什么要杀秦伯伯呢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目前的证据来看就是这样的指向。不就一把枪吗？勃朗宁又不只是国民党用。就是只有国民党才有啊。秦岚呢？哦，在另外一个房间呢。去看看。谢谢。秦岚，这什么呀？这一看就是被出过血的针孔。护士，问一下有没有人给他抽过血？没有。那做过皮试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谢谢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。谁会去杀一个猎户呢？二哥，队长，传令下去，加两道岗，严密监控这里，一定要保证这孩子的安全。是。对了。还有你们几个，一定要记住，除了战神和护士以外，谁都不能进这个房间。是是。你说，这事除了白一平，还会有谁啊？你说这么肯定，那你又没亲眼看见，你怎么就一口咬定，非说人是他杀的呢？我说鹏哥，你咋这么糊涂呢？现在日本都走了，不是他还有谁？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
我真没有想到大鹏哥你竟然会这样包庇你的兄弟，你有没有一点立场啊？行，你等着吧，秦博的死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一平，哟，鹏哥来了，来，快坐。坐什么坐？什么事儿啊？风风火火的。秦岚，秦岚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他爹被人打死了。什么时候？你少跟我装蒜！不让你子弹打的伤口，我都验过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事儿是你干的，还是你手下人干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呀？你要想我不怀疑你很简单，把你所有的人都叫出来，挨个查一下，验一下枪，全都清楚了。你别激动，不用。你这样，你带我去看看，然后我给你交代，好吗？好，走吧。我先给你个交代。人呢？吓我一跳。你是看尸的？啊，是是是。你干嘛呢？我在找东西。找东西。那个昨天有个猎户姓秦的，他的尸体放哪儿了？这儿。你下去吧。是是。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博朗宁的弹痕。不过这人我没见过。他不是有个女儿吗？人呢？你找他？对呀，咱们得问问清楚嘛。在我那儿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紧张什么呀？有人要暗算他，我把他保护起来了。他人到底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有人要暗算他，我得把他保护起来。他的行踪保密。不是，团长，这你就不对了吧？你不让我见秦岚，现在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，还把杀人的屎盆子扣我头上，这是我们兄弟之间干的事情吗？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有人要暗算他，我能随便暴露他的行踪吗？我知道，这又是李梦云在捣的鬼吧？我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你少叫屈，他还说你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呢。挑拨关系？他恶人先告状，还栽赃给我。你说谁恶人呢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谁冤枉我，谁就是恶人。我没跟你急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行，我白一平以后没你这兄弟啊。你给我站住！是兄弟就不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来，天知道谁伤天害理了。这娘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石里香曾经做过我们的原木，所以我想石原的实验肯定没有成功，他肯定会去再找他。石里香就是那个凤眼楼的头牌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石原曾经拿他做过试验，我就在琢磨，石原诈死是不是因为他念念不忘那个魔都三号啊？但是现在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这是疯了。他要不是疯子，就不会干出这种事来。雪城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找到石原呢？都已经这么多天了，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。石原的性情我最了解，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，登美之子到了，他自然会出现的。
石原。没事，您放心吧。刚才外面的谈话我都听见了。这群中国人，我的计划成功了。好，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猜忌，掐起来了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下面就是原木的问题了。那个秦岚先放一放，我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。一个人能行吗？没问题。好，我会有办法的。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你看看，看看这布料还行吗？啊，可以。哎，不过我更喜欢绿色的。哎，我再看看那个。这批也可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最近新到了一批货，您来瞅瞅。好，我看看。先生，您可来了，您之前订的货没到，要不然再看看。哎，拿这批货给他看看。我来给您量量。怎么这么久？我今天遇到川岛那个家伙了。川岛？他不是在通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，但是我明显的感到他是冲着我来的，想干掉我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能让他干扰我的行动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我既然他不仁，那我也不义了。我要借助刘大鹏和白一平他们，设法干掉他。妹子，你确定你看见那两个人是川岛和石原吗？当时我看的是背影。以前我只看过他们穿军装的样子，所以我不是太确定。最近我们只是疲于应付局面，投毒、暗算、暗杀，难道这些事情真的都是石原和川岛他们干的吗？你是怀疑这些事情都是他俩干的？日本投降之后，一部分人选择自杀，一部分人准备回国，他们都聚集在葫芦岛，等待船只来接他们回国，而这两个人，他们却留下没有走，他们为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毒粥和毒包子都是川岛干的？这个王八蛋，这真是奇怪。这日本都投降了，他还干。
真是坏到骨头里了。其实我也只是怀疑，真的是川岛干的吗？如果要真是他干的，那秦岚父亲的死也一定是他们干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杀人？为什么要投毒呢？哎呀，我在想，他们会不会是潜回来寻找袭击武器的？你是说石原那老鬼子临走之前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菌武器都销毁，川岛身上也可能有这些病菌，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的。不能再让乡亲们受伤害了，绝不能。对，我们要想办法抓住川岛那个王八蛋。哎，对了，我说什么，鹏哥，这件事儿跟川岛有关系，跟我们国军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李主任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洗脱罪名了。现在说这个话为时过早了，怎么就没有关系？但也不一定啊。什么叫不一定啊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整天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什么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？我说参谋长，你这嘴皮子够厉害的呀。我想问你，拉大鹏哥过去当司令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怎么样？我们是兄弟。我告诉你啊，李梦云，我不是因为你是女的，我早就……你早就怎么了？我要不是看在你是大鹏哥的兄弟，我也不会这么对你的。行了，这干什么呀？误会解除不就得了吗？这事儿没证据，不能证明是你们干的。斗上嘴了，你们是小孩子？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抓到川岛吗？不是，别不是了，你听我讲，李平，你必须马上通知弟兄们，这件事情事不宜迟，你不也要证据吗？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没说你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们帮我分析分析，如果这川岛当初不是在赌场发现的吗？你说他现在会不会还在那儿？那我带人去搜搜吧。哎，婶子，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么想的，你看咱们先放个风出去，啊，就说在旧仓库里头，啊，有那个病毒，怎么样？啊，行不行？你考虑一下，你上我们那站岗不一样吗？你看我这军装色儿多正啊！有车接，你说你表情那么严肃呢你？啊，走不走？张凤儿，哎哎哎，我策反呢，放出所有眼线，一定要在李梦云、刘大鹏之前找到石原跟川岛。嗯，明白。哎，走不走？消息可靠吗？是我的一个手下，混在自治军长的工人里面，绝对可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真的发现了病毒？没错，就在研究所的旧仓库底下，刘大鹏他们早就让他们开挖了。这帮人只在白天干活，而且不让人交流，晚上还神神秘秘地搬出了很多箱子。那病毒看来是实验买的，搞不好那些实验数据也全都在里面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必须全部销毁，叫上所有人，今天晚上就行动。嗨。哎，有埋伏！
又让他跑了，要是队长再就好了。奶奶的老狐狸！既然已经把国公的视线转移到川岛的身上，你可以执行计划了。我必须先把川岛干掉，不然的话，我很难顺利的完成任务。嗯，也好，他是个叛徒，不杀了他。 你的计划很难完成。嗯，大鹏哥，怎么样，捉到川岛了没有？跑了。啊？娘的，但我肯定，这小鬼子一定是为了病毒而来的。看样子，我们之前的判断是没有错的。我想。 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怎么就死了？哎呀，这让那老太太怎么活呀？真是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应该是。这本都怎么会还有明显的？能够出来，他们竟然还有活的。出来的队员。哎，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，不要乱猜测啊！哎，这让咱们不会证明有传染。对呀，这让我感到太不安全了，这实在是毫无安全感。 对呀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他们好像是细菌感染，是一种很强烈的传染病。传染病？哎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个村子从来没有得过这种怪病啊！奇怪的是。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说这是在计较？大鹏哥，啊，这口井里面的水有毒，啥毒啊？ 那到底查出来没有啊？这毒绝非是一般的毒，据说在这里的老百姓不可能有这种毒的，只可能是一种病毒。我怀疑是尸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办？<笑> 大夫，这得的到底是啥病啊？大夫，前两天还好好的，大夫，大哥，你准备后事吧，我尽力了。哎，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把我闺女救活呀！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夫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。闺女啊，闺女，别哭了啊，咱们再想想办法啊，别哭了。
医生，医生，疼！你忍着点，我再给你扎一针。谢谢医生。你摁好了。小心，小心。来这边坐。哎，来了。好的，大夫，把他给你拿过来。